之后真的很无语。这个礼物适合你身边那些戴牙套的朋友。使用方法我给大家演示一下，先把牙套戴上，然后再使劲咬咬。这一个是头发蓬松粉，当你觉得头发油了的时候，就可以往头上撒一点，可以送给头发很长、洗头发不怎么方便的女生，她一定会爱上你，也许吧。接下来这一个是保护隐私神器，它可以涂抹掉打印出来的字，也就是说你可以涂掉外卖和快递单上你的私人信息，被我列入看起来有用实际上没什么用的礼物名单第一名。不是说它没用，只是用处不大。下面这一个